师兄，少林达摩剑呢？监控，你别管这事儿。那就别怪师弟无礼了。师兄，刚才让我们两人看看，上面真的是我达摩剑，你为什么要倒倒他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明明是想把达摩剑摆掉，算是不义之财。 大哥，他们来了。好，弟兄们，准备出击！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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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今天我放你一条活命，回去告诉钱多多，就说我们老大三杰棍收了他的礼物。如果他不把今年的粮食交出来，那就小心他的狗命！滚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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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。哎，客官，老板，有吃的吗？有，里面请。好。上酒，好，客官，有刚吃过的牛肉要吗？好吃的尽管上。哎，好，小二来了，来了，客官，这是您要的牛肉，还有酒。客官，请慢用。客官，看您这位模样，不像是本地人呀。想必是从中原而来吧？不愧是见过走南闯北之人，好眼力。客官，看您这穿的呀，并非凡夫俗子，一定是到这儿来做大买卖的。此话怎讲？每年八月十五前后，来过我们这的人呢？都是做大买卖。这年头，别说做什么大买卖，能活命就不错了。哎，那是那是那是。
谁偷了我的东西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！知道？是钱多多手下干的。钱多多是何许人也？客官，你先把剑拿下，我再告诉你。说，客官呀，此地并非久留之地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此话怎讲？此乃大漠边疆之地。 历来官匪勾结，鱼肉百姓。这钱多多啊，是当地的一名员外，他勾结当今知县胡瓜，欺行霸市。纵容手下无恶不作，凡是第一次到咱们这里的，都会被他手下盯上。然后只要发现你有钱，他们晚上就会用烟雾迷昏到客人，然后盗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呀。好大的胆子！ 没有王法了。走，走，走！哎，无法无天，没有王法，没有王法。二位且慢，二位为何被打成这样？哎呀，我们是外地人，在这里做生意，被潜伏的人。 偷走了我们所有的银两，我找钱多多理论，他不但不见我们，反而把我们还打成这个样子，岂有此理！哎哎，大侠，千万去不得，潜伏布置森严，你根本不可能靠近钱多多。如果你真想报仇的话，最好等到天黑以后。 这位客官，你是不是要吃东西啊？不好意思，今天不卖了，我们啊要关门了，您去别家吧啊！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！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们今天要关门了，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啊！小二，我看这位小师傅一定是饿了，就让他到我们店里去吃点东西吧。 好吧，谁要么老板娘啊，是菩萨心肠呢。客官，里边请吧。多谢施主。小师傅，我们现在只有豆腐脑了。好吧，谁要么老板娘啊，是菩萨心肠呢。客官，里边请吧。多谢施主。小二，哎，给这位师傅再来一碗豆腐脑。好嘞，豆腐脑来了。客官，您慢用。
施主，天色已晚，不知道哪里有住宿之处啊？小师傅，看你眼睛不方便，又是初到此处，今晚就住在我们店里吧。多谢施主。小二，哎，带小师傅去客房。好嘞。 客官，您这边请。谁？小师傅。 小师傅，你要出去送命吗？他们为什么厮杀？听说土匪三节棍抢了本地员外钱多多送给知县过生日的银两。今天晚上，钱多多假装送粮食给三节棍，其实早有埋伏，并请来了官府的兵力。今天晚上，他们要干掉三节棍。 不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。
爹。爹。好见呐。爹。孩儿给你道喜了。孩儿。不知有何喜啊。这第一喜。就是爹打败了三节棍。那这第二喜呢？爹得到了这把少林寺镇寺之宝达摩剑。这难道还不值得向爹道喜吗？孩儿言之有理呀。我们老钱家真是鸿运当头，老天开了眼了。爹啊，这印度人为了这把少林寺达摩剑，已经开出了100万两黄金的高价呀！今天就让孩儿来见识见识这把宝剑。孩儿，动不动。我听说，这达摩剑只要一见光，5丈之内，人头就得落地。如此厉害。爹，等再过几天，我们把这把达摩剑卖给印度人，我们可就发大财了。嘘，小声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爹，你多虑了。有了这把宝剑，我们以后还用怕谁呀？胡说，切不把事儿吐出去，免得节外生枝。爹，孩儿知道了。西施姑娘，西施姑娘。老板娘，快来啊，有客。哟，王婆，您怎么又来了？西施姑娘啊，这一次和上次的主不一样了，人家呀，十里河宋庄主的儿子看上你了，这不让我带着彩礼来提亲了。哎呀，王婆，你也知道我已经有人家了，你呢就辛苦一趟，把这些彩礼都给还回去吧。啊，西施姑娘，你来这黄土岭可有一年多了吧？可我只看见你一个人在这儿开豆腐店，也没看见有其他人呢。那你的心上人，他在哪儿呢？8月15，月亮最圆的那天，他就会来了。西施姑娘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，这机会呀，可不是天天都有的。谢谢您了，王婆。来，大家吃饭。来来来，各位老乡，咱们继续吃饭啊。王宝强，打听到了，听说他一个月前盗走了少林寺的镇寺之宝达摩剑，现在少林寺的人正找他呢。他盗走达摩剑干什么？老板娘，等他来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小二，没人发现你吧？放心，没人。去吧。
这下可跑不了了吧！拿下！给我！少侠，别追了！看来这刺客是冲着达摩剑而来的，今后要严加防范呐。是爹。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。嗯，客气。好看今天出手，像是少林一派。可否告知大名啊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少林俗家弟子石彦霞。果然是少林之人，石大侠，幸会。幸会。敢问大侠来自何派？为何对我出手相救？我乃草寇一个，占山为王，江湖都叫我三节棍。 早有所闻，原来你就是三节棍，石大侠。你跟老贼有何冤仇，使你独自一人前去刺杀他呀？我与他无冤无仇，只是我要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哈哈哈哈，能被老贼看上的东西，那可是宝物啊！大侠，是何宝物啊？这，哈哈哈，不说也罢。 不说也罢，如果大侠不嫌弃的话，可随我上山，咱们一起喝酒畅饮。大侠，我住在东京客栈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兄弟，保重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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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一切都清楚了，钱多多的手下派人盗走了那位少林大侠的少林达摩剑。真的？你没搞错？真是少林寺镇寺之宝达摩剑？正是。那可值100万两啊！老大，你说什么？100万两？100万两白银啊！我们发了。 是不是昨晚和钱多多交了手啊？怎么了，大侠？不好了，你赶紧走吧。
等会儿他们要来店里要找人呢。你让我去哪儿？大侠，我这店里无你藏身之地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我还没有拿回我的东西呢。哎呀，大侠，你什么东西比命还重要？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老板，我没拿回我的东西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好糊涂呀！啊，你上次已经和钱多多交过手了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呀。不过，要想拿回你的东西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去找土匪三节棍。三节棍？是是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这里，和钱多多能够斗的人只有土匪三节棍。三世诸佛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也。揭谛揭谛。小师傅，我帮你把豆腐脑带来了，一整天了，你不饿呀？谢施主，贫僧修行期间需要饿腹提升啊。我看你不单是来此修行的，你还在等人吧？其实我也在等一个人。施主难道不是本地人？我家住在中原。那你为什么离开父母前来这里开豆腐店呢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只因为一个人答应要带我到这里来看日出。大哥，承蒙大哥跟各位兄弟对我如此款待，在此谢了。来，干了。石大侠，我久仰少林寺在江湖中的名望，又看你是个仗义之人，我三节棍愿意结交天下朋友。如果石大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不妨结为好兄弟，一起去杀了老贼钱多多，帮你夺回宝物啊。如果啊，那钱老贼抢了你何宝物啊？这，还保密呢。现在江湖中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少林寺镇寺之宝达摩剑不见了。还是大哥消息灵通啊。兄弟啊，来，好，干干，来，好干。谁？你是何人？大侠，你救救我吧！我被三节棍抢上山，我父母至今还不知道，
我要逃下山去，求求你了，大侠！不敢轻启。大侠救命之恩，我走了。姑娘，天黑路险，你如何下山？后山有一条小路，我知道。谢大侠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和尚，你天天在这里等谁呀？你是不是在等印度来的买客呀？贫僧在此修行。和尚，你就别骗我了，在这大沙漠里你修什么行啊？啊，我们这里地处边陲，人烟稀少，朝廷又鞭长莫及，这就成为倒卖古董宝物最大场地了。那官府不管吗？历来官府是睁只眼闭只眼呐，哎，暗地里却充当不法商人的保护伞。因为印度人出售阔气，大家都愿意给他们做买卖，可是印度人很狡猾，从不直接露面。每年八月十五前后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身带各种古董宝物聚集在这里，寻找印度客商，为的是卖掉手中的宝物，赚个好价钱啊。可印度商人往往自己不出面，他们委托懂货的当地人接头看货。如果是真货，又在安全的情况下，印度客商才会在沙漠里出现。所以啊，很多人都坐在这里等待印度人出现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，每年都有很多人为了卖掉自己的宝物等死在这沙漠里呀。阿弥陀佛。哎，豆腐脑来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您的豆腐脑。哎，请慢用啊。这位客官，还需要什么吗？再来碗豆腐脑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客官您吃好了，客官您慢走啊。小师傅，回来了，先吃碗豆腐脑吧。哎，多谢施主。小二，哎，上碗豆腐脑。好嘞，豆腐脑来了。掌柜的，这和尚已经欠了咱们饭钱了，怎么还给他吃啊？你没看到人家是个盲人吗？多可怜啊！人要多做善事积德。来，和尚，豆腐脑。多谢施主。小二，豆腐脑。哎，好嘞，客官。哎，你这豆腐脑。
娘。怎么样，有消息了吗？所有来过的人我都问过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怎么还没有来呢？这都一个月了，也该到了呀。他跟我约好8月15相见的，还有5天就要到了，快来吧。老板娘，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听说这少林寺的人和江湖上的人都在找他呢。希望不会有事儿。来，老板娘，我来吧。赖皮，我就不信你没有银两。三世诸佛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桃花，以后你要是看到和你戴一样玉镯的那个人，他就是你的弟弟小杰。你一定要找到你弟弟，好好照顾他。老板娘，怎么样，这镯子还值几个钱吧？小二，把它还回去。哎，老板娘，那臭和尚吃饭不给钱，这镯子。小二，还回去。这，去呀，去。好吧。来品品尝一尝好吃的西施豆腐脑来。老板娘。哟，钱公子，到我们这里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呀？我们好去迎接呢。来，钱公子，请。你真是比西施还美。钱公子，你真会开玩笑，请。钱公子，我去给你上菜啊。小二，给钱公子上菜。爷，您慢用。去把你老板娘叫过来。爷，我们老板娘这不正给您准备烧菜呢吗？过来。多嘴。钱公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我从来不为难女人。来，把它喝了。钱公子，你这不就是在为难我这小女子吗？不喝也可以。
那就让本公子亲你一个。啊，千公子，来吧。住手！你住手！你住手！来吧，我就喜欢看见女人挣扎。来，住手！谁呀？谁呀？是你吗？怪，你谁呀？我打！呀呀呀！呀！小心啊！臭和尚，本公子今天本来不想动手，可是你非要逼我。和尚，原来你会武功啊！都出大事了，叫什么叫？哎，老板娘，这和尚帮咱铲除了恶霸，咱应该高兴才对啊！别说了，贫僧没想杀人。你想想都没有用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这个小和尚，你怎么那么多管闲事儿呢？你倒一时痛快了，可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知道你杀了谁吗？你杀的是大员外钱多多的儿子，钱多多是不可能放过我们的。可是，是他先欺负的你呀。你这个傻和尚呀，我让他亲一下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一个女子，如果连这点事儿都应付不了的话，我又怎么能在这里开店呢？你别怕，我杀的人，我来担当。你得赶紧走，这里交给我。你走了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你走，你走啊！我不走，我要等的人还没有出现。你要等谁呀？你今天要是不走的话，明天你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，对了，小和尚，你现在赶紧去收拾一下。小二，哎，你一会儿带这位小师傅从后山走。好，快。我哪儿也不去。
一切皆有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多来了，你再不听话，把你交给乔多多了。老板娘，我看我们也逃吧，这瞎和尚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吗？闭嘴，说点吉利的。来啊，把这瞎和尚给我拿下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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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阿弥陀佛！妈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儿子是我杀的，要找就来找我，与黄土岭的百姓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敢再来骚扰他们，我绝不饶过你。好，好小子，你他妈等着！站！小师傅，来碗豆腐脑吧。哎，多谢施主。小二，哎，给小师傅上豆腐脑。好嘞。来了，豆腐脑上来了。哎，豆腐脑。哎，和尚，虽然你打败了钱多多，可是，你不能吃饭总不给钱吧？小二，别乱说。大叔，您吃点什么？小二，哎，给大叔上碗豆腐脑。好嘞。和尚，你打败钱多多，本来应该是一件喜事，好好庆贺。可是对我们黄土岭来说，哎，大叔，您喝豆腐脑。一场灾难来了，钱多多
这次来的都是家丁，不是那回事儿。他还有两帮人马没用上，一是江湖武林高手，二就是知县胡瓜的官兵。哎，钱多多为了给儿子报仇，他肯定不会罢休。 一定要卷土重来呀！钱多多要是大开杀戒，不仅杀你这个和尚，给他儿子报仇，而且连我们黄土岭的老百姓，他也不会放过呀。大叔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老板娘，你打不过，那咱就跑呗。你就知道跑。 跑到哪儿，钱多多都会找到你。难道我们只有等死吗？不想死的话，还有一条路。什么路？那就是去找土匪三节棍下山帮忙了。可是，三节棍。 凭什么要帮我们呢？钱，三家棍看见钱，他就愿意下山。老爷，老爷，江湖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 江湖那边说可以帮忙，但是他们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们想要那把少林大魔剑。呸！想趁人之危，休想！老爷，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 知县胡瓜愿意派官兵帮我们打黄土岭，太好了！关键时刚才来了个。 趁人之危，现在倒好，又来个落井下石的，都是他娘的狼狈为奸之了。老爷，那怎么办？少爷的仇不报了。这两方。 一方是官，另一方是民。你们俩说，咱们该跟谁合作呀？老爷，关键时刻不能相信民间，还得依靠官府啊。官府是啊，关键时刻还得依靠官府啊。 好吧，你马上给我回报知县，三天之内叫他出兵黄土岭。只要杀了那盲僧，老子我亲自把少林达摩剑送到他府上。是，老爷。哎，大哥，兄弟啊，为何一人在此闷闷不乐呀？ 大哥，我们何时下山，找钱多多拿回达摩剑？哎，兄弟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刚跟老贼交过手，现在他肯定有防范。如果此时下山，必中他的埋伏。但是，8月15之前，我必须要拿到这把剑。为何要8月15这一天？因为我拿到这把剑。
还要去见一个人。何人？到时候大哥就知道了。哦，不会是个女人吧？小师傅，我帮你把豆腐脑给带了。如果明天我不来的话，你就赶紧走吧。钱多多这两天肯定要来为他儿子报仇的。我不走，我杀的人，我来担当。你不走，你能保护住老百姓吗？乡亲们筹集了银两，今天我就上山去求三节棍。你一个人？我向你打听个人。谁？小杰。这只玉镯你应该认识吧？你怎么会有这只玉镯？我正想问你呢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姐，桃花。桃花？姐？小杰，你告诉我，你当年为什么不辞而别，出家当了和尚呢？姐，咱父母身体不好，我又是个瞎子，我不想连累咱们全家。你知道，你走后，我们父母有多伤心吗？你走时还不到九岁，现在一晃十年了。我以为我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姐，父母身体还好吗？三年前，两位老人先后去世了，后来我遇到了石燕霞，她答应我会带我到沙漠里看日出，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，开了家豆腐店，改名为西施。小杰，你是不是少林寺派来抓石燕霞的？姐，我正是奉少林方丈之命前来此地等候师兄石燕霞追回少林达摩剑。石燕霞说过，他会在一年月亮最圆的那天到来。月亮最圆的那一天，那一定是8月15。干什么的？我来找三节棍。你找我们老大干什么？我来给他送银两来了。
收下。不知大王何时下山？你希望大哥何时下山呢？3天后，钱多多就会学习黄土林，请大王火速下山。只要美人能陪大王一夜，大王呢，明天早上就可以下山了。大王，你别这样，黄土林已经给您银两了。 可是现在，美人和银两，我都想要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走！大哥，啊，贤弟啊，有什么事儿，明天再说。大哥今天晚上要做神郎了，是吗？哎。 大哥，对不起，你可以碰任何女人，但唯独不能碰她，因为她就是我一直想见的人。别哭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下山。 受伤了，哼，没事儿。其实，离8月15还有几天，还有2天。你看，边陲的清晨。 真美，释延霞，你可是答应陪我要到沙漠里看日出的。嗯，等我打败了钱多多，我一定陪你去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 度一切苦厄。小杰，你等的人来了。相公。
你一直在这儿等我。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师兄，少林达摩剑呢？达摩剑被钱多多的手下偷走了。师兄，快交出达摩剑，别逼我动手。达摩剑真不在我这儿。还逼我！少卿，别打了！他胳膊上有伤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二位大侠，别打了！钱多多已经派人来了。医师啊，三节棍答应帮助我们了吗？大叔，三节棍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钱多多派人来说，如果两天之内不把那盲僧交出来，他们就要血洗黄土岭，100多口人不留一个活口啊。狗日的钱多多，老子跟你拼了！钱多多有官府帮助，你们两个人能打败他们吗？大叔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啊。钱多多的儿子是我杀的，理应由我来承担。请乡亲们放心，两天后如果没有想出其他的办法，我主动把自己交给钱多多，绝不连累黄土岭的乡亲们。没错，我父亲就死在这沙漠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是走私宝物最大的场所。我父亲曾经给一个印度人做生意接头人，他每年8月15前后就来到这儿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要卖给印度人一把达摩剑，说这把剑是少林寺的镇寺之宝。我父亲知道这把剑对少林寺的意义，他不想让这把剑流失到国外，于是他就留了一手，找当地人打造了一把跟达摩剑一模一样的赝品，想把印度人蒙混过去。可谁知印度人走后，父亲发现是自己搞错了，印度人拿走的是真正的达摩剑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父亲一直很内疚，就让我带上那把赝品达摩剑到了少林寺，做了俗家弟子。我说你怎么不让我们看那把达摩剑？原来是赝品，可谁知那个印度人拿回达摩剑之后就一病不起，没多久就死了。印度人家里认为这把剑不吉利，就托人要退给父亲。父亲知道后高兴坏了，于是这一年他早早地来到沙漠里等那个推荐回来的印度人。可是父亲等了一年也没有等个印度人出现，父亲心急如焚，再加上长久的暴晒，就病倒在沙漠里。幸好被一个老乡相救，父亲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老乡。没多久父亲就死了。阿弥陀佛。老乡拿到达摩剑后就托人给我带话，希望我取回达摩剑还给少林寺，以完成父亲的愿望，但是必须要带上那把赝品达摩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父亲想要把那把赝品达摩剑埋在他的身边，让他永远消失，从此人世间就只有一把真正的少林达摩剑。西施，你都听到了。石燕霞，
你根本不是带我看什么沙漠日出的。其实父亲给我说沙漠的日出最好看，我一直想带你到这儿来。可是现在为了看沙漠日出，不仅连累了小杰，还把黄土岭的百姓也带进去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可是我没想到事情会成这样。师兄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那个老乡，拿回真正的少林大魔剑，然后打败秦多多，好完成你父亲的心愿。可是那个老乡没有留下姓名，也没有说什么接头特征。我去哪里找他呢？大叔，您吃点吧。乡亲们，吃点东西吧。吃点东西吧。乡亲们，有两位少林大侠在此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唉，只怕他们人多，二位大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不会的，你们放心吧。来，大家都吃点，你们都吃点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。相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咱能不能不念了？不见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。不要念了。无也，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大漠孤烟。我找到了大漠孤烟。来，师兄，你找到什么了？相空，我找到接头暗号了。乡亲们，你们听说过“大漠孤烟来”这句话吗？五年前，我父亲在这里得了重病，有一位好心的老乡收留了他。后来我父亲死后，这位老乡从印度人手里取回了少林达摩剑。现在，我替我父亲取回这把剑。现在大难当头，唯有达摩剑能救乡亲。但是，要想找到达摩剑，必须先要找到那位好心的老乡。大叔，您是黄土岭的老人了，您一定知道那个人是谁吧？我听说是有这些事，可是我们黄土岭有100多口人，每年在这儿来往的客商有那么多，这把剑到底在谁手里，我确实不知道。乡亲们，我父亲生前曾经跟我说，他跟印度人接头谈生意，总是用“大漠孤烟来”这句暗语。如果谁能接上后半句，他肯定知道这把剑在哪儿。乡亲们，为了少林好汉，帮助我们除掉恶霸钱多多，为了黄土岭的老百姓，我们要把指导这把剑的人找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！大漠孤烟来，大漠孤烟来，大漠孤烟来，大漠孤烟来。
出红四虎，恩人在此，请受晚辈一拜。慢去来，我早就在这里等你来呀。前辈，赶紧告诉我，达摩剑在哪儿？放心，我一定将达摩剑完璧归赵。走。师兄，还是你使用这把剑吧。师弟，达摩剑乃少林寺镇寺之宝，少林弟子谁不想用它？正面还是反面？还是师兄先选吧。反面。师弟，听父亲说，达摩剑出鞘，风声鹤唳，所向披靡，五丈之外，人头落地。师兄，明天敌众我寡，我们不能硬拼。我想，我先不带武器，假装出城受降，钱多多思想上肯定松懈。这时候，我尽量接近钱多多。一旦我动手，师兄再出城相助我，然后我们珠联璧合，以少林功夫拿下钱多多。只要钱多多一倒，其他人群龙无首，就会不战自退。那么，我们就会赢得这场以少对多的决战。师弟想得很周到。我听你的，但是钱多多诡计多端，师弟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是啊，小杰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期待明天二位能够凯旋而归，我用豆腐宴为你们庆功。阿弥陀佛。怎么收拾？来啊！
师兄，把达摩教还给少林寺，告诉方丈，我永远是少林弟子。 诗妍霞，你看，太阳出来了，多美啊！其实我答应了你，八月十五前到这儿看日出，我做到了，我没有骗你。我知道。